焦点一八二：神经冲动。加法尼的发现。意大利科学家加法尼在一七八零年代发现，以电流刺激蛙腿部肌肉时，仍可引发肌肉收缩。在许多科学家的研究后，进而发现神经元与肌肉细胞可传递电讯号。膜电位：将一支为电极插入神经元细胞内，另一支置于细胞外。 即可测量细胞内外的电位差，此电位差称为膜电位，或称细胞膜电位。哺乳动物的神经元突起非常细，很难将微电极插入细胞内。英国科学家霍吉肯与赫克斯里于1950年代研究乌贼的神经元，发现乌贼含有一对巨大轴突，其直径较大，较容易插入微电极。 静止膜电位极化状态，在神经元不传递电讯号时，若将膜外电位定为零，此时所测量到的膜电位约为负五六十五毫伏特，称为静止膜电位。这种细胞内侧的电位低于细胞外侧电位的情形称为极化。霍吉肯和赫克斯里发现膜电位的形成与变化。 是因为不同离子在细胞膜内外两侧的分布不均匀所造成。细胞膜上有钠钾补，每耗费一个 ATP，钠钾补就可将三个钠离子运输至细胞外，将两个钾离子运输至细胞内。由于钠钾补的持续作用，而且细胞膜上钾离子通道蛋白的数量多于钠离子通道蛋白的数量。 造成细胞膜内外的离子分布不均匀，使细胞电位维持极化状态。膜电位变化，动作电位，电极在轴图上所记录到的去极化、再极化与过极化等一系列的膜电位变化，称为动作电位。去极化，神经元受到刺激时，细胞外侧的钠离子流入细胞内，使膜电位上升。 此时，原先细胞膜的极化状态减弱，称为去极化。阈值为引发神经元产生动作电位的临界膜电位，约为负五十五毫伏特。若去极化的程度达到阈值，细胞膜电位上升达到阈值，可引发更多的钠离子流入细胞，就会产生幅度更大、剧烈的去极化，使膜电位上升。 而且由负值转为正值，可高达正四十毫伏特。膜电位上升达到阈值而引发的剧烈去极化，为动作电位的第一阶段。通常轴丘的阈值最低，产生动作电位的起始处。再极化与过极化，膜电位达到最大值之后，细胞内的钾离子会流出细胞，使得膜电位下降。 膜电位下降，恢复为极化状态，此过程称为再极化。由于钾离子流出细胞的时间较久，钾离子仍持续流出细胞，以致膜电位持续下降至静止膜电位，甚至低至静止膜电位。此现象称为过极化。待钾离子停止流出细胞后，膜电位才逐渐恢复为极化状态。全有全无律。 若刺激不够强，膜电位达不到阈值时，就不会引发动作电位以减少能量。当刺激够强，足以使膜电位达到阈值时，即使再增加增加强度，也不会改变动作电位的高低。此现象称为全有全无律，或称全或无定律。神经冲动轴丘产生动作电位时，可引发临近区域的。 钠离子流入细胞，产生新的动作电位。由于产生动作电位的区域在短暂的时间内无法再产生动作电位，但会引发未产生动作电位的临近区域持续产生动作电位，可使动作电位持续地沿着轴突单方向传递。此电讯号传递的过程称为神经冲动跳跃传导。 髓鞘之间没有被包覆的轴突部位称为蓝氏节或称蓝氏节，因为髓鞘包覆的轴突区域无法形成动作电位，所以动作电位只在蓝氏节产生并传递。如此以不连续的方式传递动作电位，称为跳跃传导。跳跃传导可避免神经冲动相互干扰，并加速，并且加快速度，并节省能量。 相较于无髓鞘的轴突，具有髓鞘轴突，其神经冲动的传递速度通常较快。